Hello， 大家好。今天明明在切火腿，明明上次说喜欢吃火腿肠，然后我就给他个大大的。你不是喜欢吃火腿肠吗？我吃大概给你呀。这大火腿给你，西班牙火腿，来个，好吃吗？你切一点看看好不好吃。有吗？哎呦，多一点吃看。嗯，我嘛很香。这碗怎么没有呢？嗯，过来吃一点看看好不好吃，很好，很香啊。没满了。过来过来过来尝一下，来来咯，几位，我们就是这么 low，就是这样切放在这里吃，盘子都没有，因为切得很起劲。那个翻译轩轩杨轩过来吃一点看好不好吃。上面有人装修，来尝一下看。好吃吗？嗯，真的好吃。跟你们开玩笑，这个不是西班牙的。你们知道是什么牌子吗？不过挺好吃的。就这咬吧，有点咸啊，没这么啊。切一块带给你妈妈吃吧，切一大块啊，给你妈妈带一块过去吃，好好吃，这挺好吃的，很香，真的很好吃。好了，我们还没吃午饭，我们现在中午也没做饭，太忙了。卖衣服。看清楚了，好了，先这样吧，我们现在准备去吃饭，带你们去一个餐馆，很好吃的餐，很好吃的越南小吃餐馆，给你们去看一下。OK 的，可以。OK 的。嗯，等一下再切，我来切吧，你切不动的。哎呦，很重啊，这个很大，我拿不起来。我去买衣服啊，这里这么漂亮的衣服。你走。喂，怎么会买中途特感呢？bánh trung thu nhân nhập thập cẩm. Làm gì đây? Tôi không thích ăn sống, tôi thích ăn tươi. Ôi trời ơi! Để chú sư qua đây bảo con nhìn rồi, cái này không xin. Không xin. Cái này không xin à? Con xin không được quay à?现在我们来到这个玉堂，你去哪里？啊？拿包？哦，又忘记东西了。他这边玉堂是有很多小吃，有蒸饺，要不要来人蒸饺？这个才三个，八改来一个吧。啊，三个，摸该摸，来一份蒸饺。
还有饭，你要想吃来啊，可以分着吃。炒饭不用点了，我刚才点这个套餐应该有炒饭。哦，炒饭有没改的啊、哦？他说那就不点炒饭了。玉堂你们来过吗？这边很多。哎，刚刚我点的这个抹粉是吧？啊，这个也点粉。OK 的，抹 OK 走啊。OK， 这个是水饺的，这个好吃的那种水饺。这个店热。那你想吃什么吃什么呀？方便。你点没事嘛，等下吃不完可以。点份类小吃吃啊。没有，看自己喜欢吃什么，我们两个都点了嘛。他想吃什么点什么。你一份饭，我一份水饺，对吧？小吃点了。两份饭。你就这样、啊，那我帮你点一个吧，你都不知道点什么。哎，你喝什么奶茶？因为要喝奶茶吗？要不吃点这个？这个要不要来一份？好吃。美拉美啊，这个要不要吃？来一份吧。这个有酸菜吗？来一份这个，来一份酸菜。国哥有空。啊，馍馍给了的。OK。酸菜，饭也点了，炒饭了。包要不要吃？来个吧，看一下。他都不吃，明明。点份这个。给钱。这个，给的。给钱，你搞。太搞风格。在这边点菜就是经常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好吧，先这样吧，我们该咋着？哦，咋着啊？咋着问？咋的？问，听哥哥。好，第三。等，他接电话。我们吃完了，很多好吃的。明明，等我们先去老丁家一下。然后再去微光，啊，你要去存钱吗？现在带了吗？没带啊，啊，那行，那你去买单吧，买单我们去忙了。吃个饺子，满手都是油，太傻了，徐云。我们现在回家了。这个新来的翻译在帮我剪视频。Hello， 都跟你们说，等下去吃自助餐了。现在又到晚上了，我们又准备做饭了。一天就是做饭工作，做饭工作，这样的生活。下面你在干什么？啊？吃完饭再回去吧，这个是腊肉啊。不是，这个是火腿肉，中国买过来的，我把它肢解了，因为冰箱不好放，切块了。放在哪？放冰箱啊。这么重？对，一个嘛。快点。不贵，我多少钱不说了，等一下告诉你。说的。干嘛要说？说红啥？红别别说的。啊？怎么了？你打痘痘了，小美？不，这天太累。太累了？怎么会累了？太忙了。现在不忙了，今天开始。这个小女孩去送快递。太忙了吗？今天我就前两天去河内玩了一下嘛，昨天有点累啊。带你去吃好吃的，玩还累啊。我们马上去准备去沙巴了。你不去，粉丝想看你去哦。我去很多次了，去沙巴几次了，去干嘛？小美每次去河内不去，澳洲的时候，啊，走吧，快点，走吧。我没做这个骗子。骗子。今天是有点累了，吃完饭再回吧。不吃了。香香做饭了。好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吧，看你这么累。视频难不了。
视频短一点没事嘛，你累了就早点结束呗。嗨，小平呢？嗨呀，小璇。是吗？他们在工作呀，不要打扰他们。来，跟大家是拜拜一下，小平。拜拜大家。来，小妹。拜拜。好，拜拜了，谢谢大家的点赞和支持。这两天拍的视频有点少，有点忙，大家多多理解啊。以后会偶尔一天更新一个，偶尔更新两个，偶尔忙的话我们就暂更一天。好，拜拜。